哇，这里来看吗？这是蒙古的特别料理。然后呢？It's so different from, we know barbecue. But they do taste really good. Like, Taiwan. Now, our Bagi 正在煮蒙古式的 barbecue. 它是用在，火炉里烧红的石头呢，丢进我们的热锅里面。这传统料理只有蒙古的男人可以做，所以很多外国人一起来看我们的Bagi帮我们煮，感觉非常的有趣。其实我肚子超级饿的，因为呢，我中午吃太多。应该说。